你有创业的梦想吗？如果想从加盟开始，有空的话不妨到台湾世界的加盟展来走一趟。锣鼓喧天搭配舞龙舞狮的精彩表演，台湾世界连锁加盟展26号在世贸易馆正式开幕。其中欧洲百年游艇大厂直接将游艇开进摊位供民众参观，让有意愿的民众可以用共同购买的加盟方式轻松当上豪华游艇主人。不过对台湾民众来说，共同购买的概念还是比较陌生的。这个 idea 算蛮新蛮不错，那我要想一想。除了国外品牌，还有民众日常生活中熟悉的连锁品牌也到场设摊，许多对创业有兴趣的民众也把握机会到场了解。其中询问度最高的产业就是餐饮业。对什么类别比较有兴趣？餐饮业。卖茶的啦，手摇杯那些的。餐饮居多嘛，担心的部分当然就是第一个是资金的问题嘛，然后第二个就是不知道这个产业未来的可行性。台�湾世界连锁加盟大展为期4天的展期，除了每个摊位上不定时的抽奖活动，展区内每天都有免费早餐供民众索取。另外28号教师节当天，更有教师凭证免费入场的优惠，预计将吸引超过16万的人潮。UDN TV 罗一新台北报道。